这把鸡我要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大家，大家，大家，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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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，不要跟他玩这个，不要，不要。新角再选起来。这能力哦，有人说了，能力十九，就是十九只怪物，你会拿一只机械。我之前玩这只是卡伊玩，我现在试试看只就是正常生的方式去玩。二星角色，而且很强。他这个伙伴啊，应该要改三星，两星有点太强。因为他的天生技本身是好的，会改吧？这一定会改的。这是强在哪？就天生技跟伙伴都很强啊。然后你专心玩机械又很简单，这只又很简单，不给他奥米加也能完成。这只不给奥米加应该能前四吧？他高几率拿奥米加，节奏好，然后机械。没什么烂牌都有用，真的很烂的机械你丢下去等于给他的那个伙伴加二加二也很强，你等于你拿一张225的 buff， 你不用同虚，你直接打下去是加六加六，还是算超级强的。哦，看这里开太美了吧，伙伴好像玩一回合，如果是这样玩的话，欸，65是有机会的吗？65有机会，他如果够多怪的话65是有机会的，就正常往上升吧。不觉得一刷会出三星机械，就算没出三星机械，你很多东西能抓啊，就随便抓一个三星的东西也行吧。伙伴改三星吧，我觉得，要不然体质从一开始吧。知道，一开始还是蛮强，就觉得干好像不管怎么样他都很强，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他一加二还是超强，他现在强就强在他是二星的，所以他比别人更有本钱，升上去直接找一张六，然后他自己又是机械。他找到那张六，你的天生技又全部都给机械，那张六只要一打开奥米加，你就是前三，所以这只现在很强。这样看来，红龙五星给两只龙，到底什么垃圾天生技？不会啦，红龙是强在伙伴啊，不是强在天生技啊，不是吗？伙伴这只就没红龙的强啊，你不可能用这样比吧？干，你这样怎么比得完啊？一个后期角色，然后比一个初期角色的天技，你不能这样说，你直接把红龙的那个。那只龙的星数往前再调一回合，你看一下他妈谁打得过他，这不是一样吗？不让我加加也太残忍了吧！太好了太好了，这样子可以开不少只，今天这样子可以再开两只，可以可以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我走三一那里。我伤到一只啊，做了白痴欸。啊，那把有天虎吗？啊，那把算天虎哦，斗叫了。嗯，双水滴，嗯，三水滴。你怎么那么看你老师为什么是开这种两只一四啊？同伙的啦，你能骂嘞？要修哦，山水滴阿喵，你干嘛回头看我？山水滴，我打撞死你！山水滴啦，山水滴，是水滴啊！为什么是撞成这样？阿达，阿达，我赢了！阿喵，我赢了！这把有石头人，我一定要撑下去。有石头人，有笑头人。阿喵，三水滴。阿喵，四水滴。你们光雅猪是哪一家？等不到你耶，你在哪里啊，阿猪？哦，是石头人。好吧，笑二光雅可以走啊。光雅打工而已，我没打输，所以光雅一直没走啦。可是光雅其实早该走了，我应该是很强吧？我每回都有在提升。没错，挥死你！送中，哇，没送走。啊，这到底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嘣，再见，石头人，石头人，我爱你。这把鸡好像我要拿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找同区，找同区，找同区，找这找同区就好。因为两家我打不打的赢不是重点啊。重点是我有同虚，我这把就是吃鸡了，不是吗？
我不想看他是什么了。我这把很强啊，我金光牙珠在养的，真的真的要就算打，他都不一定打得过我了。嗯，他打得过我。看，原来你是大聚合体鬼阵，聚合体鬼阵，我用什么赢啊？我骨头应该给第一只的，刚刚这样就能赢那一家了。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啊，因为我重开，主要是因为我重开了吧，我不想看他是什么了。我这把很强啊，但是我以为啊，他打输死人哦，他聚合体阵也顶多赢我那一回合吗？蛮正常的。来了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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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你他妈这是蹦蛙加下去，是蹦蛙是走不了吗？还是等下可以开一张狮子给我？砰砰砰砰！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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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呜！比赛直接选烂。那两张舞台都妈妈鳄鱼入顶，解不完，好像解得完呢。啊，盖起来，前面太弱了。干，这边是他妈给他偷一只狮子，你妈逼啦！等他妈偷我一只狮子，他现在一定在笑。没关系，你就继续笑吧。我这边直接按一只铜须出来。铜须，暂停老师，完了吧？我懂他的意思，他要我去玩龙，好啊，有什么不能玩的？长起来吧，肥龙，长起来！看这，这什么阵啊，老铁，看这也太龟了吧！你哪里？卡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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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要这边，我再给，我再借他一点血，对不对？这一家，这看这里应该是很鬼的，这边我再打输他，我再打输他之后。抓个聚合体，然后出个盾毒，抓个三五龙，这把差不多了。他现在一定以为自己干超级强了，他不知道这里是我让他的，我让他的。但这边如果我没死，那很吓人呢、欸。雷龙，我已经养你养了那么久了，这边七条龙，你加七加七应该没问题吧？两个加七加七，还带那个哎、欸，我还是带三五龙来的哎、欸，啊，我不是自己来的哦、喔。带兄弟来的、欸，舒服，顶住啦！啊，分数拿来，舒服。哇，我死了，不要玩了。看这里怎么？这里如果我没死，我等下这两只战吼干出铜须战吼，嘎啦嘎啦嘎啦的，我等下是超大幅度提升呢、欸。解出来了吗？97、90、100。哎，但不是哎、欸，看怎么没解出来啦？红须，看撑过去哦，看全来哦。其实我这里很强了哎、欸，但可是是打这一只早晨勃起的，不知道这一只是真的有点危险哦。舒服，这把鸡我要了。嗯，哎、欸、不是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不是不是不是，大家左边不要跟他玩这个，不要啊，好好好。啊，舒服！再见，陈伯。一代宗师，致敬吧，致敬吧。他偷我也没办法比我强啊。他能偷我什么？他偷卡雷也没钱养啊。啊！我就是你爸。分数拿来，喂喂喂喂喂。